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来了。哦，野口同学，早上好啊。殷同学，好像打扰你们了。哎呀，秀大叔。是啊，各位早上好啊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秀大叔。那个盒子里装的是什么呀？这个就请你们期待着吧。哎，什么呀？等一下，你亲自去问小少爷就好了。秀大叔，你真是的，跟我还保密呀。秀大叔，等等我。啊，殷同学，等一下再说吧。好了，请大家排好队。哦，小少爷，这个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吗？谢谢你，秀大叔。那么我就先告辞了。嗯，啊，辛苦你了，秀大叔。谢谢。今天你要认真学习呀，殷小姐。好的。有点晕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谢谢。给，这是巴黎的明信片。啊，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先生。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巴黎的气氛呢。你看，这上面还有我呢。啊？啊，真的呀？我觉得有埃菲尔铁塔就够了。哦，小丸子，小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听说花轮同学暑假去巴黎玩了呢。去巴黎？啊，这是在发巴黎的礼物。巴黎的礼物？嗯哼，这边的队伍怎么这么乱啊？啊，花轮同学带回什么礼物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早上才运到的哦。全班同学都有礼物，真像花轮同学的作风。哎，全班都有啊！其实给我一个就好了嘛。花轮同学真是的，太温柔了。嗯哼。所以说，你们给我好好排队。殷同学排到队伍最后去。所以波同学就排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不要乱动了。哦。野口同学，你也好好排队。嗯。那我和小丸子一起排到队伍的最后去好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小玉。没事。里面到底是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不过是锥形的。不错啊。嗯，好好保管啊。好讨厌呢，这礼物又不是美环同学送的。给。谢谢。接下来轮到哪位女士了？啊，是野口同学。动作快点，野口同学。给，拿着。Mademoiselle 野口。Merci, Monsieur 花轮。哦，特别啊 ，C'est bon。他们两个在说什么呢？虽然听不懂，但好像是在说法语吧。特别啊 ，C'est bon。好了好了，轮到水波同学了。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啊，谢谢。包装纸也很有巴黎风情，很时尚呢。里面的东西更有巴黎风情哦。是什么呢？给，这是殷同学的。谢谢，可以打开吗？啊，当然可以了。哇，好厉害，东京铁塔。
不是的，他是去巴黎，是埃菲尔铁塔。是吗？埃菲尔铁塔呀。我的也是，你看。大家都是一样的东西，宝贝儿。造型好漂亮，谢谢你，花轮同学，我会好好收藏的。你能喜欢，我就感到非常高兴了。我还特地把我的名字也加进去了，知道吗？这花了我不少时间呢。美环同学是最后一个。嗯，给你。嗯，谢谢你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是歪的。塔尖竟然歪了。对不起，这个可能是从巴黎运过来的时候压坏的吧。好不容易收到花轮同学送的礼物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。神灵们呐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难道爱就这么折磨人，爱就是要忍耐的吗？我不要这个埃菲尔铁塔，花轮同学帮帮我。你不要再哭了，宝贝儿，别哭了。这个也送给你吧。这个是？这是我送给男生的礼物，但是虽然很开心，可是我还是想要好的埃菲尔铁塔呀。对了，这样也许能修好。不！啊，美环同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啊，对不起，我。妈，不，宝贝儿，你不用向我道歉，这都是因为我不好。华伦同学，你为什么这么温柔？但是，那个，我拿这个铁塔给你换好了。哎，真的吗？小玉，你刚拿到的时候还那么开心，算了，还是把我这个给美环同学好了。但是你不是也不喜欢断掉的埃菲尔铁塔吗？这话虽然是这么说，不过还是算了吧，还是把我的这个给他好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好了。看来今天我只能拿到这个坏掉的埃菲尔铁塔了。不，宝贝儿，你们千万不要因为我的礼物引起争执啊。哼，我这里也有一个。喜欢的话。那是什么呀？东京铁塔。东京铁塔？你想要的话，这个给你，怎么样？我想要的是。我想要的是花轮同学给的埃菲尔铁塔。哼，果然还是。那鹰同学，这个送给我。哦，谢谢你，野口同学。那么我就把这个埃菲尔铁塔和卡片拿走，你拿这个。哎，对了，断掉的也给你了。花轮同学，我们到那边去跟我说说巴黎礼物的事。救救我。不管怎么说，总算是解决了呢。哼，小丸子真是灾难呢。不是埃菲尔铁塔，对不起你了。没有这回事的。奇怪，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个塔呢？很早以前就想给鹰同学了。哎呦，一直没机会，想给却没给成。哼。怎么回事啊？礼物啊，常常会来双份。没错，有时候是会拿到两份一样的礼物。哎呀，同一家店的明太子啊，大小怎么差那么多呀？买这大包装的人还真舍得花钱啊。买这个的就是个小气鬼吧。真是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但是这样拿的话大小很明显的。就是那个。埃菲尔铁塔和东京铁塔真的一模一样啊，小丸子。不像不像，完全是两个东西，是吧？是吧，小玉？就是呀，他们两个的形状完全不一样呢。女生的礼物是这个，还不错嘛。冰冰，你看，这是东京铁塔和埃菲尔铁塔，它
他们两个一点都不像，对吧？哦。嗯。拜托你了，冰冰。不是一样的吗？颜色和形状都一模一样不？真是的，看仔细点，他们到底哪个地方像啊？干嘛生气呀不？一模一样对吧？真是的，连埃菲尔铁塔和东京铁塔的区别都分不出来了吗？这很简单啊，在东京的就是东京铁塔，在埃菲尔的就是埃菲尔铁塔。不，冰冰。埃菲尔铁塔好像是在巴黎。哎，它是在巴黎吗？这也很容易搞错的，对吧，小丸子？嗯，但是作为礼物，东京也好，巴黎也好，都会让人开心的，对吧？就是呀，哪个都可以呀。对，哪个都可以。你们这么想？哎，不过是收个礼物，还要这么劳心费神。小丸子和小玉一大早就已经精疲力尽。支持姐姐的恋爱。嗯，哎呀，孩子他妈下雨了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得快点去收衣服。我也来帮你。真不好意思。哎，小丸子来帮忙。去，来了来了。看来我们衣服收的还算及时呀。奶奶真是太谢谢您了。没什么，三个人齐心协力才及时收好。就是啊，小丸子你也辛苦了。今天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。那是因为这段时间天气很多变呢。这个时间姐姐差不多该回来了吧，她别淋到雨了。姐姐今天出门好像没有带伞吧？真是让人担心呢。小丸子，不好意思，你能不能带把伞去接你姐姐呀？我知道了，这么大的雨，姐姐她也蛮可怜的。姐姐她在哪里呀？不知道她会不会被淋成落汤鸡呀？哎呀，是姐姐和小山学长吗？你看这雨好像下得越来越大了呢。看样子我们只能豁出去跑回家了。是啊。等等等等，这感觉不错嘛，我可不想破坏气氛。啊，小丸子，你是特意来给我送伞的吗？是妈妈叫我来给你送伞的。谢谢你了，我刚刚还在跟小山同学商量要不要跑回家呢。是吗？太好了，杏子。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只带了给姐姐的伞，那小山学长怎么办呢？难道说小山学长和我姐姐要同撑一把伞？小山同学，英同学，那该怎么办呢？那小山同学，你用这个吧。可以吗？我和我妹妹用一把伞就可以了。谢谢了。明天还给你。明天见了。再见，谢谢你的伞。什么嘛，同撑一把伞的是我们呀。没什么没什么，那回家吧。是吗？伞借给小山同学了。小山同学他很开心呢。真是太好了，今天可是多亏了小丸子我才没有淋湿。你偶尔也能派上用场哦。你很过分的，什么叫偶尔嘛。妈妈，点心。好好，我去准备，你们洗了手来吃吧。好。等一下姐姐。什么事情哦？刚才气氛挺不错的哟。你和小山学长啊，看不出你还有两下子嘛。讨厌，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呢。傻瓜，小山同学只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关系好并不代表什么。我知道你们是朋友，而且真正喜欢小山同学的那个人可是梁子哦，你也知道的对吧？这样啊。好啦，吃点心吃点心。原来只是朋友啊。就在几天以后。真倒霉啊。哎呦，你不是英同学的妹妹小丸子吗？哥，学长，你没有带雨伞啊？
因为我出来的时候还没下雨。那我们撑一把伞吧，我送你回去。谢谢啦，你可帮了大忙了。来帮家里买东西啊，真了不起。哪里呀、啊？那是因为我妈妈她很会使唤人。倒是跟岸学长撑伞送我回家，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呢。殷同学的妹妹有难，我又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更何况你姐姐平时在学校里一直很照顾我的。什么什么？难道送我回家是看我姐姐的面子吗？难道跟岸学长他对我姐姐有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觉得那么小气的姐姐也会对人很好，很意外呀。小丸子真是有趣，我如果也有个像你这样的妹妹就好了。咦，等等等等，有个像我这样的妹妹，难道说？小丸子，从今天起我就是你哥哥。虽然说跟岸学长人很好，当哥哥也很不错，可是我还是希望小山学长来当我的姐夫。小丸子，没事，我在想，我刚才是在想点事情。丸子，爷爷现在给你送伞来了，你可要等着我呀！我们美丽的丸子公主。啊，那是丸子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丸子和一个男生那么亲热的同撑一把伞。这一天终于来了吗？我应有脏的内心响起了强台风警报。泪水是洪水警报啊。我的丸子啊，再见了，你要幸福啊。哎，刚刚那个人怎么了？哎，走着走着他竟然突然转身，那么快地跑掉了。哎，我想他大概是突然想上厕所了吧。哦，原来是想上厕所了呀。被雨淋了，着凉了，真可怜呐，但愿能来得及呀。是呀。哎，爷爷，他刚刚出门前说是去接你的，结果哭着跑了回来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呀？哎，我什么都没有干呢，爷爷。是丸子吗？你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，爷爷？丸子差不多也到了这个年龄了。那个跟你同撑一把伞的年轻人回去了吗？同撑一把伞？你说根岸学长啊？是这样啊，那个年轻人叫根岸，那就是丸子选的人呐。我选的人？你们不是同撑一把伞了吗？我们只是偶尔在路上碰到的。那个根岸学长，他是姐姐的好朋友啊。姐姐的朋友？是啊，他刚才在路上对我说了很多关于姐姐的话。还有啊，我看说不定姐姐她也很喜欢这个根岸学长呢。啊，是姐姐吗？听说姐姐平时对这个根岸学长很照顾哦。是这样啊，原来不是丸子，而是姐姐的对象啊。但是之前我看到姐姐和小山学长感觉也不错呀。什么？姐姐她还有别的对象？你说姐姐她到底喜欢哪一个呢？难道两个都喜欢吗？什么都喜欢？那她不是脚踩两只船了吗？我看呐，说不定姐姐她是一个大魔女呢。那绝对是不行的。什么魔女啊，丸子，我们一定要阻止你姐姐，不让她脚踩两只船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要弄清楚小山和根岸学长他到底喜欢哪一个。那个人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这么深深的想念他吧。快！姐姐刚才好像在这个本子上写了什么，不好意思，恕我失礼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一直在注视着你，可你却不知道，我只是默默地在关注着你，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不好啦！哎呀，小丸子你在呀？我正准备要做今天的作业呢。嘿，真难得。好险，可是还是不知道姐姐的心里到底喜欢谁呀。
是不是有什么不会做的题目？让我来教你吧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写完了。嗯，真奇怪哦。是吗？还没弄清楚到底喜欢谁？如果梁子姐姐喜欢小山学长的话，姐姐也只能选择更岸学长了吧？梁子同学喜欢小山同学？别看姐姐那个样子，她还是个满重情义的人呢。是这样啊，那么果然姐姐喜欢的人就是那个更岸学长喽？是吗？更岸学长啊？我只能默默地看着。姐姐真是太坚强了。好嘞，下定决心了。你们要支持我的恋爱？嗯，我决定了。我也是。所以有什么事要我们帮忙，你尽管说。千万别对我们客气啊，姐姐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但是啊，你可不能只是默默的关注哦。不下定决心表白，只是默默关注的话，对方可是不会知道的哟。你是看了这个本子了吧？没有，那是我想支持你。太卑鄙了，难以置信，你竟然这么自说自话呀！你真是多管闲事。就算没有你的支持，最终我也会和我的秀树结婚的。原来姐姐你喜欢的人是秀树啊？那是当然了，对吧，秀树？不出所料，姐姐心里好像只有秀树一个人。秀树，你一定要注意到我对你的爱哦。居然要穿着这么奇怪的 T 恤一起去散步，这也太丢脸了吧！这么说起来，刚才好像有只黑猫从我面前闪过，果然有不吉利的事要发生，怎么办呢？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想穿家庭装和相信迷信吗？敬请期待哟。